我是从台湾来的，我叫 ANO， 然后我风格一直都是用pixel。就颜色对我来讲其实蛮重要的，因为很多 video game 的游戏都是要很亮的颜色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很缤纷的颜色。然后在台湾其实在也是一样，就是整个路上都是灰灰的，就整个城市看起来都是灰色的，然后所以我涂鸦的时候都特别喜欢用很亮的颜色，让整个城市看起来比较有点活力的感觉。我觉得城市蛮适合很多颜色的，因为如果说你整个都在一个很暗很灰的环境下，其实会让你心情很不愉快，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很多颜色的地方，你可以让你改变你的心情，这样。